寻找美味的当地食材，只有行家才知道。不信。汁多味美的哈密瓜有着怎样的严格检验？顶级双酱牛肉北雪牛在饲养上有何独特之处？日本少数原住民爱奴族是如何维持传统风味？鳟鱼去腥有一套，料理师傅独家秘技大公开。4月18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美味北海道当季大发现。